红菜、豆芽、虾饼、切过的虾饼、黄水、黄水，这个是卤过的肉。蒜泥、葱头渣、蛋、辣椒、黑酱油、黑醋、油、酱青、猪粉、面粉、盐。现在我把这个三层肉拿去过过水，过一下水比较没有腥味。鱼也稍微烫一下，烫一下就好。我要卤这个肉，加水，不需要放盐了，黑酱油，差不多两汤匙了，酱青也是两汤匙。如果觉得不够黑，自己可以加黑酱油，拿下去卤。放一下它才会一通通熟啊，不会说一边熟一边不熟。OK， 这个给它在那里滚。现在这个香哦。罢了，然后把那肠挑掉，然后就拿来剁成虾泥。到这边了，这个就是虾泥。是面粉哦，我现在要炸那个虾饼。因为这个虾哈，因为它有姜，然后假如你这样放下去很难均匀，所以我把这个虾哈夹在这边，放一点水把它搅匀，放一点点盐巴，盐巴一点点。加水在这边，然后它就会散开，然后加在这个面粉，它就比较容易做，不然它粘在一起啊。加在这里，然后就搅，差不多一碗啊，一碗的面粉，一碗的水，那虾仁半碗，就是这样。我拿过来这里卤，火比较快。这个肉哈，卤到酱哈，可以放鱼下去卤，下去一起去卤，好。
油要泡沫就可以炸，大小无所谓了。锅子要洗得很干净，不然它会粘锅子。这个鱼肉可以了，鱼肉已经熟了。用这种鱼哈，红烧鱼比较不会腥味，比较甜，比较没有这样臭腥。煮了就是这样哈，然后拿起来。刚才的卤起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切要薄了哈，也不要煮到太烂。这个是配料来的，太大块也不好吃。这个虾饼哈，以前的人都是一只一只的，现在我把它做成虾酱哦，这样它掺在里面它比较均匀了，不会说吃到虾然后吃到那个面粉。这样子，挖点点盐呐，这个是配料。不要太大块，不要太小块，这样中中就好了。啊，你看它有虾，又有那个面粉。假如说你没有放一点面粉，它很快就稀。然后，假如放一点面粉的话，它就比较会保持它的浓度啊。我放差不多两汤匙的、三汤匙的那个薯粉，一大勺的水。两大勺的水，然后掺一点点的盐巴哈，盐巴一点点就好。然后这个面粉两三汤匙，三大汤匙。你看浓稠度哈，要浓要稀，自己喜欢。哈，觉得说比较浓，你们就加多一点水。糯米是要比较浓的，要把它搅很均匀哈。搅到它均匀，不可以一粒一粒。下的时候一定要慢慢一直搅，不可以停，停它就凝结在那边，就烧焦就不好吃。好，慢慢慢慢放，慢慢慢慢，一定要快手快脚，不然的话它凝结以后就不好吃。这样的浓度是够了。只要觉得太黑呢，再加水；不够黑就加黑酱油。里面都不加盐了，因为面很咸了，再加下去哈就不可以吃了。然后就把这个鱼哈倒下去。卤面的特色就是要加这些鱼，不然就不像福建的卤面。最主要是要加这个鱼，它的特色也是这个鱼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个就所谓它的卤汁，最重要是这个卤汁，也最重要要放鱼，没有放鱼不香。现在先放豆芽。冬菜、面、放配料、虾饼，随意了，要吃多就放多了。卤肉。
我放那个，这个是卤料先放。葱头炸哈，葱头炸很重要，还有蒜，卤面最重要也是蒜，蒜泥。加醋，然后加这个配料，辣椒，这粒蛋，半粒蛋，就完成了。这是我们福建人的卤面，新年好运气，兴啊，好啊，好啊！